好，现在上场的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瑞典的姐妹花当中的妹妹，十七岁的乔西·赫尔加森。瑞典的乔西，短节目和自由跑好像都比姐姐好。她是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亚军，那么她姐姐是冠军，但是她这次世锦赛第一次比赛，比这么重要的大赛，她比得很好。
虽然他的第一个勾手三周跳跌倒，但是这套节目后面的所有跳跃基本上都是按质按量完成的。那么勾手三周跌倒，他这个赛季比过的大奖赛中国站和美国站都没有失误过，这就是跌的勾手三周。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注意看一下他在做连跳后一跳的时候，就是连跳第二跳后外点兵两周的时候，周数一定要做足，周数不够，如果差90度以内的话只有一扣分，如果差180度以内的话就直接降组了。这是阿克塞尔两周及阿克塞尔两周的连续跳，因为这两个动作都是向前起，所以连跳是做不成的。他选择的音乐是来自于阿尔詹金斯的两段音乐，那么中间的那段慢板是来自于《感觉如此之好》。泰勒教练组成员中有他们的妈妈，那么他妈妈是把姐妹俩都带出来了，带成了全国的冠亚军。Det var sån energi. Jag tänkte först det där att det låg, sen då tappade du lite energi. Men sen jävlar bestämde du dig. Jag trodde att man skulle missa detta lite.时间比较长，都等分情况，可能出现在裁判要通过回放来看他的周数够不够，因为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裁判有自己专门的一度标准的这个摄像机位。技术分是53.47，节目内容分46.36。他是也是在老问题，连跳的第二跳被降了，不过那个优的分不算太多，因为本身两周跳他的基础分数就不是很高，所以呢降成一周的话损失掉的可能也就是1分左右。这样自由滑98.83，总分149.08，目前排在了第二位。